我今天让你记住，这就是撒谎的下场。干什么？这是学校。见微知著啊！对，搞得蛮正规的啊。嗯、哎呀，对吧呀？哎，你的作品在哪里啊？可能在里边吧。哦，哟，老吴啊！哎呀，你老公气质太好了。女儿也很漂亮，谢谢。哎呦，老陈，你真可以啊，很会讲话嘛。哎，这大实话嘛。嗯，你们先进去。好，好，好。你在那里吗？哎，你看，不是，不在那。奶奶。有。哎呦，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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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我孙女。哎呦，长得真漂亮。奶奶和爷爷好。奶奶好。那我过去了。看，这个是奶奶拍的。哎呀，鱼是，全是鱼哈。看这。哎呦，还有山亚，这是你孙女啊？啊，家爷爷好，爷爷好。哎呦，真可爱！哎，我跟你说呀，奶奶呀是我们这儿的第一名，老师还说了，她的作品啊是塞尚画的。谢谢啊。塞尚是谁呀？塞尚是法国一个很大的画家。这么大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么大。来，奶奶给你现学现卖，看把他得意的。哎呀，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，与共啊！你是奶奶的小猫咪。哎、这个字啊，哎，有点功底，我觉得。哎，这儿呢。还好你赶过来了，我就知道可可爷爷不会来，还好你有良心。我妈呢？那儿呢。他们跟你说可可奶奶的作品得了第一名，那就挂在中间呢。哎，妈妈，哎，妈，我来了。哎、儿子来了，对、哎，在这儿呢。这个是妈拍的。哦，啊，有一次买菜的时候妈拍，你看于是，这是我的名字。还有这个，路边的三轮车，这都是老师给起的名字。怎么样，还行啊？好看。太好了，可可，正好来跟爸爸，咱们三个在奶奶的作品前面照张相。可呀，你要先跟外公外婆还有妈妈照张相。不，我们先，不是你。我到底要先跟谁拍呀？我好忙呀。可可啊，咱们先跟外公外婆拍一张吧。咱们一起拍吧。啊，要不然一起拍一张吧，是吧，爸？啊，一起拍。哎，啊，哦哦，哎，对，一定要拍一张，一定要拍一张，一定要把这美好的时刻记录下来。哎，哎呀，张善亚同学这个作品拍得这么好，那是你们全家人的骄傲啊！而且难得亲家还能成为同学啊！啊，当然了，那个吴玉兰同学的审美在我们班也是数一数二的嘛。你看看你们一家人站在一起，和和美美的。这个画面太好了，来，我来帮你们拍啊。董老师，哎，我纠正你一下，我们现在不是一家人。董老师，您拍吧。啊，你赶快拍吧。好，我拍。奶奶，外婆，这个你们俩是不是稍微近一点啊？哎，哎，对。张善雅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主要是看你得了第一名，给你点面子。别真以为咱就是一家人了。知道，不就拍张照吗？拍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对，保持微笑啊。哎，保持微笑。哎，哎，对，保持微笑。来，一二三，茄子。什么黄瓜茄子的？这位是？这是我爷爷。哦，是爷爷呀。那爷爷来的正好，一家人齐了，那一起拍个全家福好不好？别胡说八道，什么一家人？谁跟谁是一家人？段山呀，买菜买这儿来了，你到底有多少黄瓜？上这个破大学给我说过吗？买相机跟我说过吗？今天更过分，带着儿子和孙女和前妻家拍上团圆照了，你毫无原则你。爸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大爸，
有什么话回家说不行吗？有这么多人，你给我留点面子呀！我给你留了第一次面子，你就会有第二次。我今天让你记住，这就是撒谎的下场。干什么？这是学校！我帮我妈报的班，她作品获奖了，贴在墙上，我觉得很光荣。你不喜欢，你可以不用来。你用不着在这里丢人。是吧？在上海喝二两墨水，瞧不起我了是吧？你瞧不起他了？你干什么呀你？你敢再动我儿子一下，我就跟你拼了！我动他怎么？我动你打我，打死我！朱大力，几十年了，我没为我自己活过。我从老家到这里，我都是为了你，为了他们，为了这个家。我好不容易，我去报了个摄影班，同学们都喜欢我，肯定我，你肯定过我吗？我的作品放在正中间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我儿子刚跟我说了两句公道话，你就这么对他是吧？你还是个人吗你？从今往后，你要再敢动我儿子一下，我就死给你看！都给我走！